呢一場係由正道嘅沈依華對正道嘅胡錦華，呢個係 A41 嘅賽事 ，A41 嘅賽事。紅一藍零，紅二藍零。紅二藍零，暫時結束，紅二藍零，第二彎開始。輪空嗰啲特長，即係不戰而勝。係啊，第二彎結束，暫時比數紅三藍零。第三彎。
计啦，等等我一个。暂时比数红五蓝零。蓝零佢又太硬跟唔到啲速度，好厉害喎！红八蓝零。